马拉在新庄也差不多149-150这样子嘛，那在台南是151，那可是在洲际就是148，对，哦，所以这个洲际加权要加个两三公里上去，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啊嗯嗯。那德宝拉好，那目前是1-5，他是败头王，哇，联盟的败头王，可是他防御率5.45，这是联盟当中的第七名啊，哈，当然。中华职棒联盟这几年真的是投低打高了哈，5.45的防御率是排在联盟当中的第七名。那美局被上垒率1.32其实还好，对，但他比较大的问题在于说，他是在客场的时候被打很多的全垒打，他今年被打了8支全垒打，里面主场才1支而已。对，高国辉哈。对，然后在客场被打了7支全垒打，还好今天是在洲际球场啊，那是在我们自家里面来打球。上一次的出赛是5月16号，面对统一狮队投7局被打4支安打，有12次的三振啊，那这是他上一次的出赛啊，12次的三振，然后拿到了胜投，也是他来到台湾之后的第一胜。是，不过他今年两次面对乐天队，两次都各投了5局而已。5月3号，当时他跟翁伟君同场对决，那场比赛德宝拉5局被打12支安打，包括3支的全垒打，蓝一轮2支，朱一璇1支，然后掉8分，承担败投。事隔1个礼拜之后，5月10号，德宝拉再度碰到了乐天队，那场比赛5局被打3支安打而已，失2分，但还是败投，因为队友只给他1分的火力援护。所以德宝拉一直到了5月16号才拿到他来到台湾的第一胜啊，那今天再度要碰到的是目前联盟的龙头乐天队。那乐天队今天的第一棒呢，就是陈诚威。陈诚威呢，在上一场比赛呢，6个打数击出了2支的安打，最近是连续2场比赛都有安打。那陈诚威最近这一段期间的状况是蛮不错的，过去5场比赛23个打数击出了9支的安打，这让他的打击率从2.97%上升到了3.15%。这球速是148，那洲际加权150左右，150，对对，在其他球场会亮红灯。要球2坏球，德宝拉的问题还是在他坏球真的是还蛮多的，对。所以才会讲哦，每次到了5局左右都接近100球了。抛给一垒手，抓到了陈诚威，制造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出局。打得并不理想啊，哈，这是一个软弱的滚地球。那投手下球之后接抛，刺杀了陈诚威。我看这些洋将在守备齁，看的都会抖了齁。你看刚刚看德宝拉，虽然你看的是一个很平凡的这个滚地球，但是他处理起来就不是那么的，那么你看起来就那么的顺，就不太顺的感觉。心情会挫挫的。德宝拉的这个守备的稳定感比罗杰斯还好。不过罗杰斯前几天在二军投好像也投的不太好，不太理想。但我也有看到了，就是其实好像有教练帮他说话，就是在二军有的时候你只要测试我的诉求嘛，对，还有他自己的状况，对，所以不一定准啊。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右边方向的界外，并没有守备的机会，打击的是第二棒的林立。那林立呢，在最近呢2场比赛也都有安打，前天的比赛他是6个打数击出了3支的安打，他是。目前呢打击榜榜上的第二名，3.84的打击率。但也有人觉得洲际的球速才是最准的。哦，对啊，聊天室里面有人说，搞不好它是最接近国际赛的一个准测值，会有可能吗？如果跟其他球场比较起来的话，是洲际真的是那个。数值是最小的。不过如果说用现在中华职棒，它会有一个准标准嘛？那是不是当然球场有球场的这个测速枪没有错啊？那如果说每一场都能够用中华职棒联盟的这个测速来做一个基准的话，好像大家就不会有那这所谓要加3公里减3公里的这个困扰了哦。哎呦，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林立遭到了3振。把这个大角度的变化球来看一下。这也是德宝拉还蛮难，
蛮常拿出来用的一颗曲球。对，而且这颗球相当有引诱力哦。这个你看他出手的时候，林立有准备想要做挥棒，但是球来到要挥棒时啊，这个已经接近提前落地了哦，已经也停不住了、哦。嗯两出局，打击来到是第三棒的郭彦文。那郭彦文今天依旧打第三棒，但他守备位置是一垒哈。其实我们会常讲说，一垒是以内野的几个位置来讲的话，是守备难度比较小的，但毕竟还是有他的美感。嗯，但我不认为说一垒是比较好守啦，因为你想想看哦。如果你当一个职业球员来讲呢，你只会正常接人家传过来准的球，那我觉得这不用职业球员啊，就是可能少棒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一垒手是最难守的，因为你要面对你是在行进当中进垒包，然后要看着球过来接的。反而我认为说四个一二三游击每一个位置都很难守啊，只不过。他并没有像游击手、二垒手移动的这个频率那么多，但是你想想看哦，打每一颗内角的这个内野的滚地球，一垒手是每一颗都要进一垒的哦，而且很容易受伤，我觉得。大帅，你最近是不是看很多同一师的比赛的？怎么说？会觉得一垒难守的？真的一垒，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如果说你要移防哪一位球员，你第一个时间你会把他移防到一垒。比如说他守三垒或者守游击啊，他最近状况不好，那怎么样？你把啊，那先把他移到一垒去，这样子。这是第一个优先顺序的，难度相对来说，对啦，對应该是说这么说。如果难度相对比较轻点、少一点这样，对啊。但还是有他的美感。对啊，对啊，就是大帅刚刚讲的，就是。你每一个滚地球出现的时候，他每一个都要进垒包哎，然后还要先看垒包在哪里，然后再去找队友传球的那个路线这样子哦。哦，总归一句啦，打棒球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啦。台湾2300多万人能够靠着打棒球赚钱的，也才这么几百个，两百多人而已嘛，哈，对不对？两好三坏的满球数，哇，这个打席德宝拉从三坏球凹回来啊！哦，面临对决两好三坏。郭彦文就什么球都碰得到啊！嗯，对啊，就是乱刀流二师兄嘛，对不对？遇到这样的打者来讲的话，投手其实真的最难应付。要么打第一球，要么就跟你缠斗到满球数的。哦，哇，嗯，这个球149哦，对，这个郭彦文投向郭彦文的内角。这个好球其实真的不容易打哎，但是他能够破坏掉，速度又快啊。这个球郭彦文被迫要出棒了哈，如果是一好三坏，甚至没有好球三坏球的时候，也许他就会把它放掉哈。那今天跟德宝拉搭配的捕手呢是黄君生，这是一局上半乐天队的进攻。哇，再来啊！挤压到形成了一个游击区的小飞球，遭到了接杀，也结束了一局上半乐天队的进攻。德宝拉投出了三上三下，拼下来不够吧？坐镇中信兄弟来势汹汹，北方王者富邦悍将豪华打线竞逐荣耀，南霸天统一师力求重返冠军宝座，新东家新气象。我们在一起，放散的力量。掌声谢谢陪选 Sister， 谢谢。欢迎回到早 TV， 现在场上来到了二局上，刚才经过一下的保送，由中信兄弟得了一分领先，让我们继续为中信兄弟加油。好，当然，在这个联盟只拿一分绝对是不够的哈、哦。那对于中信兄弟来讲是蛮可惜的，是在一局下半攻下了一分之后，依旧是蛮累。那不过最后陈子豪是站着不动被三振，然后一个外角的速球。对，那通常我们会讲说，两好球之后好球带要放宽了哈、那可是最后是站着不动被三振，那这也蛮可惜的，中信兄弟错过一个追加分数的好机会。
可以制造大局的一个机会了哦。嗯，那二局上半乐天队这一边是要从第四棒的小胖林鸿玉开始打起，今天回到了一军啊，马上就进入到先发名单，而且打第四棒。那德宝拉在一局的上半他是投出了三上三下，有一次的三振，他的 K9 值是 10.16、K 三振当然不是问题，但他问题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无谓的坏球了，所以让他有时候用球数已经到100球，但是大概才 第四局第五局这样，是大概有时候到五局的时候都接近90，甚至有时候都超过100了。对啊，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先发投手来讲的话，用球数这方面是比较要注意的啦。如果是统一师队的调度的话，他搞不好三局都要被换下去的，74球。对啊，7几球就下去了。那不过德宝拉到目前为止在这场比赛好球率算是不错啊，但德宝拉也有个问题，他平均每不到5局就要被打一支全垒，这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比较不理想。虽然说他大部分的全垒打都是在客场被修理，但是以比例来讲的话，以局数的比例来讲的话不够理想。哎呦，我进场的球员朋友要小心了、前面出赛6场哦，只有2场没有被敲出全垒打的德宝拉、那进场球迷还是要戴口罩哦，是，然后也是呈现一个梅花座的状态，对，要一些那个间隔。那有可能的、听说应该是近期来讲有可能会再放宽一点哦。这个外角球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这个外角之球的犀利啊！也是今天的第2K。没错。那看起来，现阶段看起来，我觉得主审裁判彭楚云先生在外角球来讲的话，确实也让两队的投手投起来，可能会比较好投一点。所以双方的打者来讲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还要再重新去做一次检视啊、包括你的队友在上场打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观察哦。我这个球150啊，在洲际球场测到150啊。看起来今天德宝拉的状况是不错的啊。是的。能够在洲际亮红灯就不简单了、其实过去6场德宝拉在出赛投球的时候，我认为他的状况其实都一直维持得蛮不错的、但是就是刚刚有几个数据哦，用球数包括被全垒打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了、那其他来讲的话其实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蛮不错的了。哇，又是一个快速球，廖建富挥棒落空。这个打席其实不止这个打席了、其实今天德宝拉快速球的比例高，对，状况好，又取得了球数的领先，良好球一坏球。那廖建富呢？最近是连续12场比赛击出安打，最近的状况维持的相当好。这场比赛继续来担任先发捕手。捕手这边好像在要求一颗内角直球，不过投的稍微偏差了一点、这可能不止一点啊。两好球两坏球了，那现在球场也是开放饮食嘛、所以进球场来看球然后吃便当、吃球场的美食，这也是不错、突然来了一颗这个滑球、廖建富这边好像有点措手不及、不过到最后还是先把它摸掉了、对，那以教科书来讲的话，滑球之后，接下来这颗球快速球的比例应该是高的吧？要混淆打者的节奏嘛。对，而且德宝拉今天的自由速度是蛮不错的。再来一颗。我就不是配快速球，是再来一颗变化球。不过这两颗变化球确实这个位置哦都蛮不错的哦。拉回来，结果被打穿右垒之间。投到满球数了哈、所以这个进垒点啊就不会要求太多啊。廖建富击出了乐天队这场比赛第一支的安打。那廖建富也是连续13场比赛敲出安打，连续14场比赛上垒。
但这个打其实蛮可惜的，就是球数领先，投到两好球了，但最后被打了安打。那今天乐天队把两位连续十二场比赛有安打的选手排在一起，接下来上场的林志平，这也是连续十二场比赛挤出安打。前天的比赛，林志平五个打数挤出了三支的安打。哦呦，这个球点下去，点给三垒手来处理，行进间的传球，哇，传高了，传偏了，形成了失误。那这也让廖建夫现在上到三垒，哇，今天的三垒手。对啊，今天中信兄弟的三垒手苏伟达这个球，行进间的传球啊，发生了偏差，发生了失误啊。那记录上有可能给一安打一失误，这个球偷点了哈，突袭短打，点的位置不错。那苏伟达想要抢时间了哈，但传高了。其实刚看那个相对位置，就是苏伟达即使传准的话，可能也抓不到。对哦。看起来林志平还是有机会赏到一垒的，对，所以这个传球的失误就是算多余的啦哈。其实刚才接了那个点啊，其实可以不用传球啊，因为一开始他就站位比较后面一点点啊。今年苏伟达大部分是一垒手，那但是最近因为中信兄弟这边变阵啊哈，所以有的时候也去守三垒，他刚刚在三垒防区发生的失误。这是中信兄弟这个赛季第28次的守备失误。那目前这四队的失误部分哦，失误最少的是富邦24次。那中信兄弟刚刚发生了第28次的守备失误。那乐天队团队33次守备失误，排名第三。那第四名统一狮队36次的失误。不过统一狮队这边陈杰宪离开了游击区之后，在失误的部分是。应该有获得一些改善哈、苏伟达的表现哈、这个特别是手背了哈、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上个礼拜六啊，面对富邦悍将也出现一个接球失误，当然那时候是在守一垒了哈、不过打击的表现能力是不错了。不过如果说在手背的这方面，不管是接了或者是传球，如果能够更稳定的话，相信他在这个先发的位置啊，能够更稳定、我接下来就要考验。德保拉他的三振功力能不能拿出来了哈？因为在一出局跑者分站二三垒的情况之下，就是要靠投手的 K 功，要冻结垒包上的跑者。你中信兄弟内野哈，我们看到内野的布阵，这应该也没有说做特别的曲解吧哈？林晨飞今天回到了一军啊，第一个打席就有，为球队建功的机会啊。两好球一坏球，外侧稍微开了一些，形成了两好球两坏球啊。现在因为进场的球迷朋友都要戴口罩，所以也看不出来到底谁是谁这样、不然有几个球迷朋友是蛮这个常进场看球的吗？对啊，然后可以认出来的。对，大家都认识他们这样。哇，这个变化球比较明显的坏球了，形成两好三坏的满球数。对，所以德保拉今天直球有速度哈、所以如果这个变化球如果能够再稳定一点的话，相信对他今天的这个压制能力会更好啊。一垒是空着的，下一棒的打者是余德龙。要看中信兄弟这一边的投捕搭档德保拉跟黄君生啊，如何的选择？两好三坏球，攻占二三垒。关键的对决，变化球但没有拐到哦，形成了保送。在二上，德保拉也还给乐天一个满垒的保送了。哇，对，这个保送出现之后啊，德保拉这一场比赛第一次四坏球，那出现之后呢，乐天队也攻占了满垒。你刚刚那个失误可能
多少有影响到德保的啊。那于德龙今年好像这个总教练换人之后，于德龙身上的封印就打开来了，上场的机会也变多了嘛。打击率现在是4.41%，所以对于德龙来讲啊，今年是重新出发的一年。第一个球走外角，我主任裁判给了。所以于德龙这边还是跟主审这边稍微做了确认一下哦。二垒手王威成会跟他讲说：“别懵啦，好球啊！”哇，面对乐天队这样的球队啊，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啊！毕竟他们的上垒率还有得分呢，都是联盟当中最凶悍的。哇，再来一个外角球，挥棒落空，形成了良好球，没有坏球。本来就是要投一个内角直球，稍微跑到红中哦。那现在已经来到六月份了嘛，天气是越来越热。在台湾各队的洋将是个考验啊。对，在台湾这个土生土长的选手可能习惯啊。对啊，哈，这加阿多啊，有 Henry Sosa 哦，哇，这个球其实也不差，稍微偏外侧了。好的。良好一换。其实如果主审裁判今天的好球带，我想两边的捕手应该都蛮清楚的吧，那好的捕手就会一直利用那个点去攻击，去压迫对方的打者。哎呦，球数150对，良好球两坏球，我现在也好球数领先的情况下，还是要想办法解决于德龙哦。如果万一又投到这个满球数啊，其实对德保拉也不是件好事啊。对，那教科书的配球，内角球之后又要塞外角，这样不会来颗变化球了哦。哇，真的哦，这颗变化球发挥的效果，三振掉了于德龙。在林成飞的那个打席哦，这变化球投的不太稳定的情况下，他就投到保送哦。可是，在于德龙的这个打席里面，稍微做了一个修正哦，就得到很好的效果了。这也是刚刚提到的德保拉他的 K 功啊，他的 K 9值是 10.16， 那在这个时刻投出三振是蛮重要的。冻结垒包上的跑者，两出局打击来到是乐天队第九棒的陈静。陈静呢，在前天的比赛呢，五个打数也击出了三支的安打。那现在看起来，陈静有机会把乐天队中外野这个位置抢下来。不过陈静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其实守中外野都是蛮稳定的啊。不过我们看了几场球，都有发生那种看不见的一种失误哦。不过在接球啊，包括判断球的这个落点，其实是判断的蛮不错的。我讲到中外野，然后统一狮队现在把陈杰宪放到中外野去。那中外野就是，这个球其实也还不错啊，149公里啊。所以王君生啊，还是转过头跟主审聊一聊啊，稍微差了一点点啊。秋哥脸上的表情也很微妙哈。对，不过我想这就是捕手的工作啊，你要怎么是因为捕手是离主审最近的哦，你要用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让主审来做一个互相的这个交流啦。其实这是艺术啊，对啊。因为像陈进啊、陈杰宪这种，是速度上来讲不是问题，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可能落点在他们后面的飞球，就不是那么轻松了，一好球两坏球，
这个变化球，哇，陈靖辉帮洛丰被吊到。所以德保拉的这颗滑球，如果说投得准确的话，其实，乐天桃园今天要应付这颗球，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角度是蛮大的。对。啊，两好球，两坏球啊。刚刚是那个，只是一个不平凡的那个，是不是又讲说要打一个小时？哇哟、哦，挥棒落空，三振出局。哇，那德保拉，关键的时刻连飙两 K 啊！这个半局三个出局数都是他的三振拿到的。那乐天队呢，在二局上半留下了满垒的残垒，没有得分。TV 现在场上来到了三局上，比数由中信兄弟领先3-0，让我们继续加油。我刚刚在看聊天室，有人讲说贵贵一出现，虎虎就上线。哦，真的吗？真的假的？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之后来预测一下好了。我们等一下可以观察一下哈。贵贵在线上，虎虎就上线，是不是？虎虎这个啊。好，那比赛来到三局上半了。这个半局，乐天队将轮回第二轮第一棒陈诚威率先上场打击。今天陈诚威第一打击是这个软弱的滚地球，被投手拦截住之后传一垒抛一垒刺杀。是。那陈诚威现在防守的位置是被调整到了右外野，有一度他也是乐天队的中外野手，但后来中外野手现在放陈靖啊。不像这种速度快的选手放在外野，那因为速度不是问题了哈。接下来就是那个球感，对不对？还有判断啊。对啊。左边方向的飞球，来看一下这个飞球掉下来在界外。界外球。那刚刚周董打了安打之后，然后江坤宇也打安打嘛，所以我也有看到聊天室里面有球迷朋友在讨论说，那胜伟，好像有点尴尬。可是我觉得现在球季才，现在各队才打接近30场而已嘛，那今年后面还有90场左右哈，那一整年下来，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哈。不过主要中信兄弟这边能守游击的还有岳东华啦，所以包括吴东龙也是啦。先来看一下这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哇，王威成的处理，行进间的接传没有问题。守三垒、守二垒都守还蛮出色的哦。对。杰森忽然想到荧幕开着，市长，我们没有霸凌杰森啊，是吧？市长，杰森回来是说他听到虎虎的八卦。哦，来看一下这一把，哇，全雷打，哇，有点远。
元呢、欸。一个 solo home run， 林立敲出了全垒打、啊、他在五月份打了四支全垒打，然后在六月份的第一场比赛就开轰了。所以德保拉的问题哈、哦，还是在被全垒打的支数还是比较多啦。对，四缝线的直球哦。哇，投在一个甜到蛀牙的位置啊！这是乐天队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嗯哼，也是林立本季的第七轰。嗯，德保拉今天这个面对乐天桃园的左打者哈、哦，这个变化球左打者一开始都稍微会闪了一下哈、哦嗯，所以这个这样是有一些好的效果啦。哇，在快速球被打全垒打之后，面对到下一棒的打者、啊、德保拉倒是连投了两个变化球，但是同样的两颗球种哦，第一颗球郭彦武有稍微往后闪了一下，可是连续的来了两颗，这一颗球他就能够一下马上就能够掌握住了，但是当然球这个击球点不是那么的好了。德保拉在赛前呢，他被打了八支的全垒打，哦、他36⅓局被打八支的全垒打，就除下来就是4.54局，就是不到五局要被打一支啊。嗯。那今天只是在三局上半的哀轰，这也是他今年赛季在洲际球场，被打的第二轰而已。大部分都是在客场的时候被修理。哎呦，哇！这个球郭彦文能够卡斗掉，不简单了。这个球他到底是怎么卡斗掉的？要闪也要打哦！哇！两好球，一坏球。哇，这颗变化球还是进垒点还是要压低一下啊。两好两坏，再来一个。哇，这颗球拐到郭彦文了，回棒落空，遭到了三振。嗯，对郭彦文的这个打击啊，多半都是用变化球来引诱。郭彦文啊，效果也是不错啊、哦。嗯哼。这是德保拉这场比赛的第五 K 了。嗯。两出局，打击来到是林鸿玉小胖，今天第一打席是被三振，哦，当时是一个外角球，他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呢。嗯，再来哈、哦。对啊，捕手应该也还记得说上一次碰到林鸿玉的时候对决的内容嘛，跟结果哈。那既然这个位置会剪的话，要不要再来一个这样？没错了哈、哦。还是要外角的直球吧。对，但这个球投的就比较开了，比较出去了一些。其实进场的球迷，如果对啊，你要跟你的朋友一起进来看球，然后你们要聊天的话，哎呦，这个球往中线打，应该是没有打到德保拉了哈，打到那个投手丘啊。哇，这颗球小胖掌握的不错，当然，感觉这个林鸿玉好像有锁定到这颗变化球来做攻击哦。因为挥击的时间是恰到好处啊、嗯，打出去的球也蛮强劲的嘛。两出局之后，让林鸿玉敲出了安打，打击要来到的是廖建富，今天第一打席打了安打，最近已经是连续13场比赛安打，连续14场比赛上垒。那刚刚要说的是，
看到有好几位都是应该是跟着朋友一起进来看球的嘛，然后你一面看球一面要聊天啊，嗯，可是现在中间要隔两三个位置这样子，你可能一场比赛回家之后，你可能要喝掉半罐枇杷膏了，对，要喊得很大声，对啊，聊天要用喊啊，大帅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有有，可是我们是不是有戴耳机哦？对啊，可是我们在这里面可能还不用那么大声，对不对？在球场那么空旷的地方哦，你可能那个。哦，这个球一垒手拦截住之后，自裁垒包结束了这个半局。啊，林立今年赛季的第七轰，为乐天队打破压弹，乐天队把比数追到了1-3。是。小 TV 现在场上来到了四局上，让我们继续为中信兄弟加油。好，那中信兄弟今天在三局结束是3-1领先的哈。那今天我们的先发投手德保拉快速球的状况是不错的，嗯，到目前为止呢，前三局也投了5次的三振，对啊。啊，失掉那一分是被全垒打哈，被林立敲出的全垒打。那也来看一下德保拉。能不能够想办法维持住球队领先优势，而且可能要想办法多吃个几局了哈、嗯。虽然说中信兄弟的牛棚防御率是四队当中的第一名，但是牛棚防御率也是5.11啊，嗯、对，两局就要掉超过一分这样哈，所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当然对先发投手来讲，你吃的局数越多是越有保障啊。是的。那这个半局，乐天队这边是要从第六棒的林志平开始打起。那林志平前一阵子也帮乐天队扛游击区啊。那今天林晨飞回来之后呢，林志平改守二垒。你过去林志平是守三垒比较多了，对啊，但他今年成为活棋。守游击区也还算是有声有色的，有板有眼啊，应该这么说。主要三垒的这个位置，林立也守得蛮不错的，然后所以他就守回他的老位置啊。哎呦，这个变化球并没有拐到林志平。德保拉今天快速球跟变化球，就是这一颗。差不多128-129的这一颗变化球，就是两颗球路搭配的效果是不错的。哇哇，这个球被林志平敲出安打，是，我是听到有人在喊三垒啊。但是在二垒的位置又停下来了。那中信兄弟这边外野手的处理也还蛮快的。嗯，主要是这个好球数落后，又投了这个稍微偏高的球啊，对于打者来讲呢，锁定的球路就非常的这个可以稳定的去锁定球路来做攻击哦。过去这段期间，林志平担任游击手的时候，他的守备率是9.50啊，嗯，就是这守备率不是绝对啦，哈，可是，这个数字以台湾来讲是还不错的啊。四局的上半，乐天队一开始就攻占上了得点圈，打下来到的是林晨飞，今天第一打席是获得了4坏保送。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德保拉的这个变化球哈，那看到前两局、前三局啊，在第二局的时候有状况的时候，变化球倒是投得相当的理想哦，所以化解掉这个二局上的这个危机哦。目前德保拉用了66球。哇，这个快速球塞在好球袋里面，一好球一坏球。在赛前，德保拉41K 是排行榜上第三名的哈，那现在已经投出了5次三振，所以46K 就追上了卡本特，两位洋投的并列第二。这个球送到了右边方向，一垒手接球之后看了一下没机会传三垒，
所以打击了燕山飞出局了，但是有推进的效果。当林晨飞刺杀在一垒上，那也让林志平攻上上攻站上三垒。哦，这个出局就有价值哦，对，然后他是把二垒的跑者推进到三垒啊。是。对，林晨飞这个打者真的是经验老道哦，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经验老道啊。嗯。也知道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打一个右边方向的滚地球是他想要的。嗯。那中信兄弟这边应该不至于内野区前吧？哈，对，有两分的领先，应该会正常的守备位置才对了。对，不过是没有照到这个守备的位置啊。嗯，这个时刻就蛮需要蓝色按钮的。要看姜昆宇这个出来的角度，应该对了哈，应该没有趋前了哈。而且姜昆宇他站的是已经在草皮跟红土的交界处了。布阵还蛮深的、不过倒是三垒的这个防守员啊，并没有很正常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在垒包旁边的这个位置啊，对，也要防止余德龙短打突突然间。要求一坏球。哇，这个球149，但主审裁判没给哈。那既然乐天队来到台中洲际球场，过去四场比赛3胜1败，然后还有一场是英语保留了，保留那场比赛好像乐天队也是领先嘛哈。哎呦！两好球，两坏球。那过去德保拉六场的先发，平均可以投差不多就是六局了哈。过去六场先发加起来36又1/3，就是平均是六局。那以洋将来讲，以洋投来讲的话，这算基本款。嗯，再投能够平均可以再多一点是更好哈，多一局啊。好球，三振出局！哇，外角球犀利啊！余德龙上一次被三振像是变化球，这个三振又来的直球啊！那这是德保拉这场比赛的第六 K 啊，六 K 达成，而且是连续四局都有 K 哈、啊。我们也可以推出那个、啊、就像球迷讲的按下蓝色按钮，就是我跟大帅要消失这样。还是会有三个按键，红黄蓝，你要留哪一个画面可以自动消失，还是我们会被迫转身？好像也是可以、有球迷按哪个按键主播会被迫转身这样，上面有水桶这样。对。那两出局，危机解除了大半啊，但是要看看德保拉要如何面对第九棒的陈静。两人出局攻占三垒，第一颗球是抢下了一颗好球，对，被打成了界外球啊。那最近在讨论的话题啦，就是除了这个好球带啦、球啦之外啦，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萝莉，就是萝莉条款，条款哦，对啊，萝莉条款，条款啊，对，你要待，就是现在在讨论是说像待7年这样子，那不占洋将名额，大帅你觉得呢？我觉得可行啊，可行啊。理由，毕竟真的要好对这个有贡献的洋将，要投得远、投得长，真的不多啦。不多，对，真的不多。像过去，哎呦，我先来看一下，投手碰了一下，但是后面的游击手接起来传一垒，还是来得及刺杀了陈静。那我们下个半局再来讨论这个萝莉条款，乐天。TV 运动频道。
好 TV， 现在场上来到了五局上，可以看到画面上我们的小翔在告诉大家进球场要记得戴口罩，请洗手。好，虽然我们已经是连续好像几乎五十天没有本土病例了嘛，但是该做的防护还是要做好了。没错，而且我不得不说，小翔的口罩一直在升级，他每次口罩都不太一样。真的吗？之前是有蓝色，然后后来第二版变粉红色，现在又是黄色的。戴粉红色我是没什么意见啊，戴蓝色的话你是要去新庄的吗？防疫的工作还是一开始是黄色，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防疫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心态稍微放松，然后不过该做的真的像点哥讲的还是要做啦，对，还是要小心啊。 对， 对，大家都小心一点，环境才会变得更好。 对， 对， 对啊，哎呦，这个球想偷点啊，陈晨威想要偷点，但是点出界外。那今天陈晨威，前两打席跟王威成一样，两位快腿，今天都到目前为止都是还没有安打。不过这个脚程快的选手，前几个打席如果没有出现安打，或者是这个打击的这个 contact 不太好的情况下，就会去找一些方法想要上垒啊。对，就像刚才陈晨威这样嘛。那就会想要利用本身的优点嘛。来一个慢的，影响到了陈晨威的节奏。是。到目前为止，德保拉的用球数是78球啊，其实也还是偏多啊。对，卤肉饭问说，横滨那个杨坚都有规划吗？有的。对，拉米雷斯。大帅，你应该有跟他对战过吧？我没有。那时候他在养乐多，养乐多，对对对对。游击区的滚地球，姜昆宇接传，没有问题，刺杀了陈晨威。每次看姜昆宇接球传球，这个真的都看到兄弟的这一代，包括到陈瑞正那一代啊。这个游击手背都是非常好的对，然后一直到王胜伟，到现在的姜昆宇中信兄弟在挑游击手真的是也蛮厉害的，对不对？能够选到一个，然后都可以用很久的，对，大概用了都10年哦，对，10年左右了。接着上场的是前一轮敲出全垒打的林立，哇，第一个球企图性很强啊，跟他前一次打全垒打的那个位置啊，稍微再高一点点哦。所以我们在讲哦，如果直球的位置啊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可能会帮落空哦。那如果再稍微低一点啊，就有可能像上一次打全垒打这样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大概差一个球的位置啊，就差很多了。哇，一高一低，一快一慢啊。两个球都让林立挥棒落空。德保拉目前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6次的三振，而且前四局啊，局局都有三振。哇，这个球主任裁判没给，虽然是坏球啊，不过进了一点啊，确实是捕手想要的。那目前德保拉47K 已经超越了卡本特，那在三振排行榜上领先的是米兰达51K。想要用吊球，但是并没有拐到林立，这个球是明显的坏球。今天聊天室到目前好像就是6500人左右，能不能够突破66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会不会有点敏感？对，再两个，就是希望人多一点啊，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别的意思。三垒盲下来呀，这个球是被打漏掉了。哇，这个球是不是？球还没接完的时候就想准备传球了，所以这个球的位置稍微在他的右手边啊，结果他的位置要移动是要往一垒方向啊，所以这个球就没办法接好了。
那这是两个垒包的失误哎。哇！苏伟达今天发生了第二次守备失误。是。那这个样子的话，会不会如果在比赛后半段，然后就是中信兄弟如果还是取得领先的话，有可能在守备的部分会做一些调整吗？哇，6680，6680，对，66就是要80人的。郭彦文。第一个球是坏球啊！今天郭彦文两次的打击没有安打，那第三局的时候曾经被三振过。哎，现在哦，主审裁判去要球了哈。对，德巴拉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用球数偏多嘛哈。到目前为止已经投了86球，对，五局上使用86颗球。当然，台湾现在是投一休六啦，所以，你要燃烧它，就是120球以内都还可以接受啦，对不对哈？不过对于五局的时候哈，就大概接近100球，是确实这个用球数是比较多啦。但是不只是今天，然后现在87颗了吧？哦，过去。德保拉在投先发的时候，大概有好几场在五局的时候就接近100颗了。嗯嗯嗯。中信兄弟今年的这几位洋投啊，像是德保拉还有米兰达，都有这种问题。对，你说这两位投手实力强不强？强，但是总觉得可以再多吃几局嘛。这个投手先发的哦，吃掉一局的话，这个中继后援的负担就少了一局了。对。两好一坏，球数是投不到让领先。我今天面对郭彦文内角球用的还蛮多的。好球一坏球，演出局。那赛前郭彦文是连续五场比赛击出安打，但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打出有效的攻势。郭彦文第一打席是一个游击手处理的飞球，那第二打席被三振，就好像有点没有办法，打得很好，对。我每个打席好像都消耗德保拉蛮多球数的。对对对，前个打席还有一个球是不晓得怎么卡走掉的。对。挥棒落空，149公里的速球 K 掉了郭彦文，这是德保拉这场比赛的第7 K。哇，也是郭彦文今天的第二 K， 对，看起来郭彦文今天在打德保拉的这个打击的动作都不太理想哦，节奏啊都不太好啊，这个球好像跟不太上，对，跟不太上，大概几乎捕手要接到才挥棒啊。德保拉目前是连续五局都投出了三振了，前一次的初赛5月16号他投了12K，那今天也有7K，三振率是相当高啊。对，这两场比赛赶进度啊。两出局，大家来到是第四棒的小胖林鸿玉，第一个球挥棒落空，哇，149公里。小胖今天第一打席也是被三振，但第二打席是打了一个中间方向的强劲的滚地球，打穿了防线啊，正好从德保拉两腿之间穿越出去了，形成了安打。
不要玩灵力啊。两人出局，球数也用到92球。这个球感觉好像德保拉这边刻意有把投球节奏放慢，而且球好像稍微投的，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特地的投的稍微外侧一点哦，因为是蛮开的。嗯。并没有投进去，形成了一好球两坏球、啊、就想到说小胖林鸿玉是这个目前台湾职棒生涯触身球纪录保持人、嗯、都不晓得他有没有想趁着盛伟还没回来的时候多累积几颗这样。因为原本是这个纪录原本是盛伟嘛、嗯哦、可是小胖去年也是赶进度，但这两位要小心了、啊、就是再过几年可能都会被吴东荣超车这样。哇，这个球塞进来了，两好球两坏球，哇，小胖回头走了5、6、7、8步啊，应该是想说哇，这个正红中的我没打很可惜啊，放掉了、啊。然后跟小胖跟黄君生应该都是南英的这个校友嘛哈。对，交情应该还不错啊、哦。刚是在问说，哎，那也可以当兵吗？哦，哇，这个球其实不差，哇，德保拉叉腰了。这球怎么没给我？对啊，德保拉叉腰。哦，连续来了两颗直球啊。嗯。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一垒是空着的，下一棒是廖建富啊。其实刚那个球真的投的也不错啦齁。刚刚是谁喊的暂停的？这黄君生啊，好像是什么沙子还是什么跑进眼睛里面啊。哦，是不是在这个丁鸿玉在挥棒准备的时候，把那个土啊稍微拨进去，拨到这个黄君生的眼里，拨到脸上了。满球数的对决，两出局了。这个球打在二垒手的管区当中，王安成扑下去，转身传一垒 ，nice play。拦截到了这个强劲的滚地球之后，抓到第三个出局数。德保拉也向他致意了，这个半局乐天队留下了二垒的残垒，并没有办法得到分数。
回到爪 TV， 现在场上来到了六局咯，让我们继续问中信兄弟加油。好，那这个回来之后德宝拉继续往下投啊，这是他这场比赛第99球了、所以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哎呦，岳东华也上来守备，所以王威成为三垒，然后岳东华看起来是接二垒、所以苏伟达还是被换掉了。其实有点，当然这可能是教练团的考量，因为刚刚五局下半得两分嘛，那你现在领先的优势变成了四分，原本是两分，那现在领先优势变成四分，然后六局下半苏伟达那个棒次是一定打得到，对，可以让他再打一次嘛，再打完，然后第七局再换了哈。可是现在教练团在第六局上半就把苏伟达换下去，那因此待会六局下半岳东华就是会来打第三棒，这个球捕手传一垒完成了这个三振出局。哇，德宝拉用球数破百啊，但是在六局上半一开始就投出了三振。来看一下这个变化球，今天他面对左打者的时候这颗变化球效果还不错。德宝拉这颗变化球如果位置好的话，其实今天对左右打者其实都有压制的能力，在二局下的时候于德龙以及陈进的那个三振其实都是右打者，而且那个变化球其实相当的锐利啊。没错，那今天德宝拉到目前为止这八 K 啊，右打者被 K 的除了刚刚大帅提到的这个于德龙跟陈进之外，第四棒的小胖林鸿玉也被 K 过一次，对，林立也被 K 过一次，林立那一次三振也是这颗变化球，而且郭彦文也两 K 哦。对，所以如果德宝拉直球速度像这样都维持在145以上的话，更快来到151哦。那这些变化球如果说位置啊，包括引诱性够的话，其实即便乐天桃园的打击力很强啊，但是应该都压制得住啊。好，我们的虎虎告诉我们说，德宝拉今年的单场最多球是117球，出现在他在台湾的初登版啊。4月14号，那时候还天寒地冻的时候，对吧？今年四月中，其实台中有刚开始我们爪 TV 在播的时候，还看到，对啊，很冷，对不对 ？Patron Sister 还在场边要盖那种大毛巾啊，到目前为止，他是117，然后107、103、109、103、109，那今天到目前为止107。每一场比赛都破百，但是身为一位洋投，好像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主要就是未来的比赛哦，未来的登板哦，看看能不能再多投一局啊，然后再把这个用球数给稍微节制一点啊。是，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台湾的投一休五休六。休五或休六啦，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礼拜是从礼拜三开始，那下个礼拜是礼拜二开始，你可能就少休一天。那这个样子的话，投球数在120球以内应该都是 OK 的啦，休息的天数都是足够的。对，就是还不用打电话给劳工局呢。今年有好几位投手都是可能球迷朋友会帮他们打电话给劳工局那一个，有好几位，但是牛棚哦哟，这个球很准哦，三振掉了林志平哦，连续两 K 啊，哎呦，德宝拉九 K 了，是，那九 K， 他现在离米兰达差一 K 而已啊。米兰达现在是51K 三振排行榜的第一名了，那德宝拉这场比赛9K 加下去，他现在50K。中信兄弟今年的这两位左投手都还蛮会三振的，蛮会 K 人的。K
人是三振那个 K 了。对，罗杰斯也蛮会 K 人，不是 K 那个K 人有两种，一种是接完球 K 到跑者的 K 了。罗杰斯 K 完人之后就下友军了这样。中间方向穿越出去，穿越出了一支安打。凌晨飞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哇，投在这个位置被打安打也是刚好而已、啊，还是五号位置啊？对啊。所以怎么投球啊，都是要尽量避免在五号的那个位置、啊。嗯。尤其面对乐天队这么会打红中的球队啊，哦，那现在对佛系暂停，就是已经先带牛棚带了五秒钟之后，然后才走出来的。对，牛棚看到是谢荣豪跟郑凯文在做暖身。好，那下一棒看到乐天队这边好像要推蓝银轮，对啊，那会换吗？哦。我想应该只是上来提醒一下啦，就有可能就是说告诉他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打者啊，专注的来面对接下来这些打者啊。嗯，因为是来到六局上两人出局的状态。不过蓝一伦今年曾经打过德保拉两发全垒打哦，所以要小心的。虽然是一位左打者，但是对德保拉来讲也不是那么好对付啊，所以。乐天桃园队这边有没有要换代打呢？好，换代打啊，确定是要把蓝银轮推上来。是。那今天蓝银轮上来取代掉的是余德龙，余德龙今天守的是左外野，所以这个是啊，待会蓝银轮也可以直接来守外野。今年蓝银轮对战德保拉，五个打数击出两支安打，都是全垒打。第一个球偏低偏外侧，前场比赛蓝银轮担任代跑之后接替守备工作，也获得打击的机会，不过三个打数并没有击出安打，有一次呢是遭到三振。那今天并没有先发，不过在六局的上半呢上来代打。那德保拉是一位左投手，他面对左打者的被打击率是2.58%，这个数字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呢他被左打者挥出了有五支的全垒打、哦、是比较多了一些，那其中有两支就是蓝银轮。在这场比赛之前，德保拉被乐天队打了三支的全垒打，两支是蓝银轮，一支是朱玉贤，都是左打者。那今天林立则是在三局的上半，右打者林立打了德保拉一支全垒打。哇，这颗变化球，这个球准了、啊。对，今天德保拉包括现在上来打击的蓝银轮啊，也是左打者哦，稍微这个变化球稍微也是会晃了一下哈、哦。嗯哼。所以这代表这个球的这个一开始是往左打者的身体过来的。对。从内侧进来，但是进本垒板之前会转弯了。嗯。球速是投当然领先。来看一下黄俊生比二到底是什么球路的。那球队应该是，譬如说，搞不好每三局要换一次暗号吧？啊，很少了，我觉得。哦，很少吗？哦。但是真的在国外的职棒，真的有这样的？对啊，对。哦，台湾都不换哦，对吧？会换会换，就是说可能看状况啊，哦，特别是在垒上有人的时候，那我想这个是投捕手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哦哈，并没有好好利用球速领先的优势了哈。接下来，两个球都是坏球，形成两好三个篮板球数。那下一棒的打者是右打者陈静。
117球哦，已经是平纪录的纪录了。对啊，嗯。两好三坏的对决，接下来是破纪录的一球，德保拉破自己在台湾最多用球数的一球，哇，150啊，破纪录还有150，但是会不会是测到蓝银轮的挥棒速度的？对，如果这个球真的德保拉，这个球真的还有150的话，那洲际加权再加下去，153，我看他体力也真的是有够好的，哦，都已经投了快120球，然后还有办法投到这个在洲际投到150，那个吹起来吧不？哎呦，哇，这应该要换了吧？哈，看起来好像控球已经对很不稳了，有点跑掉了啊，哎呦。哎呦，动声色哦！哎呦，佛系的可能会慢一拍哦。是佛系换头吗？哎，真的还没有出来，还不出来。那要让德保拉留在场上，然后来面对第九棒的陈静。今天陈静没有安打，第一打席被三振，第二打席打了游击区的滚地球被刺杀。这应该是德保拉今天第二次的四坏保送。我接下来是第120球。120球是标准的，啊，就是，美国之棒如果是100球的话，那在台湾在亚洲，在台湾跟日本就是120，对，因为韩国也是投一休四啊，所以韩国 也是100球，那120，哎呦哇，他120这个球速还是蛮快的，对啊，只是说这个准度稍微偏差了一点点啊，对，会有点跑掉哈，对，朱玉贤也在旁边准备哈，不晓得有没有出来打代打的机会，陈俊秀，对啊，陈俊秀也在准备哈，几支炮都还放在休息室，啊，对啊。球数又是同步搭档取得绝对领先优势，良好球没有坏球，因为垒上有人，啊，所以并没有这个投球出手时间的限制，嗯，哇，12强的时候那个出手时间限制一规定下去，嗯，节奏是蛮流畅的，啊，良好球没有坏球，德保拉这场比赛的第122球三振出局，哇，破纪录的一场比赛，德保拉122球投出了10K，他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投出了10K以上，这个半局乐天队并没有得分。